啦，水桶啊，所以我要先合出个水桶。不用，我们做冰块。不对，要水桶，不然那个会盖过去。好啦，水桶就水桶啦。哦，实在不想花到铁。没差，我们后面铁就会一直升了。这只是个投资，会涨的。而且，我要盖在哪里咧？不是啊，自动钓鱼具要盖在哪？这才是重点啊！还是一样，先随便盖啊。灯，因为其实我钓鱼具想盖在附魔台旁边，可是附魔台这东西又觉得现在我盖不太出来啊，因为东西都要按掉哦，我根本盖不出来啊。首先先有钓鱼，要有书嘛，书才能换岩浆桶，岩浆桶才会有黑曜石。那再就是，反正这都用钓鱼机就可以刷出来的啦，有经验又有书，然后再来换青金石嘛。还有经验瓶欸，可是经验瓶很雷欸。哦，经验瓶是换这个的啦。好，没事。那再来就是做书柜。书柜好，炼杆先要炼粉，然后粉加木棒变成炼杆，然后炼杆。他叫我去中介的意思是不是叫我去那个啊？那边可以召唤凋零啊，然后就可以在那边刷凋零骷髅头，是吧？不是，因为我现在应该只是盖着钻石的啦，主要是因为要那个 Helio 给我写啊，对吧、啊？先随便盖个钻石的嘛。而且我这边先乱插好了。哦，为什么那个说要乱盖？是因为你说下面那个，我是不能好好讲话。天啊，前前有够吵。因为钓鱼机的话，还是要那个啊，晒到太阳啊，懂吗？还是要晒到太阳才行啊。所以就先暂时盖在这边吧。哼，就这里呗。你们说好不好啊？比较缺的那，因为后面铁可以洗，所以铁跟比较麻烦是土跟石头，石头要挖，然后泥土可以用洗的，树苗跟种子嘛就可以有泥土啊，到头还是要挖石头啦，所以还要做个漏斗欸。又要铁，马不是也会掉皮？对啊，所以我有杀马。哎，对耶，我们可以先做了耶。我们其实有输了耶。皮，看一下哦。
书，做出书之后先做什么？真的会这样换吗？这样钻石好廉价哦，还是这个书，这个世界合不出书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然后嘞，我先换一个铁嘛，铁跟鹅卵石，砖跟鹅卵石。啦啦啦啦啦！然后，还是他只能换一次，不是吧？要放咯。哦，还可以耶。欸，太夸张了吧，这是好游戏耶。铁可以用洗的耶。皮的话没关系啦，皮的话可以靠钓鱼嘛。反正皮、书都可以靠钓鱼，那这个就拿来做漏斗。哦，我一直想放一个东西在上面做耶。木棒那么多，就拿来烧。然后铁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下次开台，等这个蔓延过去之后，应该晚上开台啦，就来弄我们的农场吧。做漏斗，然后漏斗箱子一个在这里，以前做女巫塔就是为了 也是为了刷木棒，然后木棒可以弄很大量的，就这样子烧，完全不怕，不怕什么？就是两个木棒烧一样东西啊，反正也不会浪费，这样子真的是很棒。哎，这样我至少要留一个铁起来。至少留个铁，待会好挂年。嗯，哎，书好棒哦，越看越喜欢呢。书加玻璃片等于地狱疙瘩，所以我们也可以酿药水。酿药水，可是药水毒蜘蛛盐发酵可以，嗯，看两个木棒烧一样东西，真的是很划算。忘记钓鱼机怎么合了，等一下哦，我要去查一下了。鬼鬼，1.14.4，自动钓鱼机，
每次听到他的片头都觉得好丢脸啊。嘿，鬼鬼你好，我来看你的影片了。哦，不是啊，想起来了啦，因为鬼鬼盖的跟我之前盖都不一样。嗯，哎、欸，要音阶合哎、欸，那不行，我要看鬼鬼盖的了。我们钓鱼机就这样，压力板。红石不对，我觉得我以前的那个比较喜欢。红石怎么换？我杀马了。不，你是驴子。掉到世界外面去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好像鬼鬼的方法，不然现在没有。好啦，那只能用鬼鬼的方法了。啊 ，Q， 烧过的石头。要烧过的石头，干嘛？哎、欸，啊，石半砖。哎、欸，我纺车机，不是切石机。不是吧？我又忘记怎么合了嘛。盔甲座，我是不是忘记怎么合了？哎、欸，是石半砖还是鹅卵石半砖啊？皮质马铠，哎呦，我就是石半砖啊。要平滑石半砖哦，还要再烧过一次哦，真的假的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？把我这丢进去了。好，再烧一次，这样。欸、真的哎、欸，这是1.14的吧？哇！哇！
夸张。哇，真的要常来玩呢，不是常来玩的，真的要偶尔开来玩呢。那谁会知道啊？那是没有用了。Q Q， 啊，你也没用了。欸，不过这个还蛮好看的，哎，都可以考虑拿来改啊。这是平时的啊，白痴哦。再來就是来盖我们的生怪塔，不不不，不生怪塔，拿木材。盖在这边好了，反正这边安全点，不要怪。想一下哦，先盖。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叫什么？你可以借过吗？然后要这个，再加这个，这样吧，再加这个。哎，不对哦，等一下哦。我不能面这边，不然它有高低差。就这样吧，做钓竿。是吗？是这样盖吗？这个方法我没盖过，哎，我都是用硬结合的。怎么用啊？我真的不太会用这个欸。我看一下影片怎么用，弄一下。哼，哦，我顺序错了。哎，
看他是先放这个哎，然后再倒水，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其实有中哦，诶、欸。这样吗？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那我会了，那就先开到这边啦。我先把自己包起来，不要被夜妹打死。好啦，那今天先开到这边观台啦，我就挂着钓鱼去休息一下。感谢今天收看啦，今天虽然没盖了什么啊，但死了很霸气的死掉了。啊，农场的话，我等草蔓延过去之后再来弄。那养动物那边就养牛了吧，没有什么好养的了。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那我繁星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，今晚见，拜拜。